まさか嫌なのか？深安公司不是要收购万丈大酒店的一半股份吗？那么说这个女孩很快就要成为我们的老板了？难道你不愿意你手下人的女朋友成为你的老板吗？他的女朋友在让他吃肉的同时让你喝成点汤，恐怕也是捎带顺手的事儿嘛。难道你不愿意？まさか嫌なのか？难道你不愿意？难道你不愿意？难道你不愿意？まさか嫌なのか？难道你不愿意？难道你不愿意？难道你不愿意？